哎，大家好，现在是2022年7月14日下午6:22，这一个从爱德华王子岛开往诺瓦斯科蒂亚岛的这个渡轮 Felon 又启程了，又起航了。刚才呢，就是这一带地区呢，就是这个绳子该的这个地区呢，就叫做这个外边。这一段呢，一看有好多小燕子在飞，这就叫做盐燕。太阳现在太阳还是很毒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现在这个丁达尔效应，这个阳光穿过云层的这种强烈的光柱。不知道朋友们看到看不到，我是比较照眼的，绕眼。我这个在视频里边，我是比较暗，看不太清楚。看视频的朋友请评论一下。这是一个灯塔，这个就是爱德华王子岛的渡轮港口，那里边很多栖息的鸟是大雁。没有一个螃蟹，我都没有下水。我看那水比较浑，没有螃蟹。拍了几个小视频。刚才你看吗？那两个人划着橡皮艇，你知道去干啥去了？去钓 Michael 去了。我给他说了句话，他，对，看到没有？这两位哥们儿已经到了，对。大家可能听到了，这个燕子在叫。就是我这个镜头的左边，右边这个岸，那么是燕子窝，他们的家。好，谢谢朋友们的关注，下个视频见。